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Hello, 现在是早上5:40左右。太早了。然后因为他要带我去教堂做弥撒，所以我们今天5点多就起床了。那个教堂离我们就是离清华大概1个小时左右，然后弥撒是早上7点钟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了。现在我们两个在地铁上，你确定我可以去吗？决定。我这样穿可以吗？可以啊。可以。要多久？弥撒要多久？我觉得30分钟左右啊。列车运行前方，请支撑路面。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呼呼，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教堂特别好看，据说是，反正历史应该是有上百年了。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过来。I think this is the oldest church in Beijing.对，因为今天我们要录视频嘛，所以他没有去他平常去的教堂，带我来了一个好看的教堂。走吧。现在教堂里面上一场弥撒刚刚结束。这个什么？这个 Holy Water。Holy Water。圣水。现在我们在教堂的里面，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教堂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我以前也来过教堂，但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So this like a small box. It's a place for people to confess their sins. I saw this in the movie. 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忏悔的一个箱，就跪在这边，然后就对着这个小箱子忏悔。Right, yeah. 然后里面会有个教父。This is from here.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是一个书架，然后里面都有一些圣经啊什么的书。现在我们要去找个位置坐下来。Thank you.
It's a spiral, right? Thank you.
天庭的居民家长对你和对人群的爱心。以上好的祈福，愿与你早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临于你们。以撒哈莱路亚哈莱路亚。What do you feel after first time went to the church? 我觉得，我觉得天主教是一个很注重宗教仪式的宗教。然后在那个教堂里面，然后教堂也很漂亮，然后里面放圣歌，很容易让人产生就是另外的心情。但是我觉得，因为就不同宗教之间，他们是还是有一些很难去互相理解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天主教他们的假设像什么原罪啊什么的就很就是对于没有这个宗教传统的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就是我们天生就是有罪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赎罪，就像很多外国人啊还有别的宗教的人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佛教的投胎说一样，就是这是宗教之间他们自身假设就不同，所以就很难互相去理解。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这个弥撒大概就是30分钟的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做完弥撒准备回学校啦。教堂真的很漂亮，然后那种教堂里面的音效也特别好，感觉里面唱歌特别好听。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在教堂里面结婚吗？可以。